第十题，已知其中一支试管内装的是 NaCl 水溶液，请问可能是哪一个试管？那我们晓得氯化钠 NaCl 水溶液呢，它是成的是中性，所以我们用来判断的一个主要方法就是我们的管用试纸在中性里面会呈绿色，所以钉的颜色不改变成绿色，所以我们的钉呢就应该是氯化钠。当然我们可以从我们氯化钠是一个中性的水溶液里面，可以他发现呢，他加入镁带不是烯酸，他不会有明显的反应，所以呢，这个也能够帮助我们能够理解这个确认没有问题啊。同时呢，我们的氯化钠水溶液呢是中性的，它不会溶解我们的油脂，所以它滴到我们的沙拉油之后，仍然会呈油水分离。这边也看到没有错，丁也是呈油水分离，所以后面这两项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确定我们的丁就是氯化钠没有问题。那么第十题问我们说啊，已知试管装的是氯化钠水溶液，请问可能是哪一个试管？我们答案选的是猪丁。